是再逼我，我就死给你们看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你冷静。走开，走开呀、啊！欺负老太婆，全都是白干。哎，麻烦让一下。什么事？同学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怎么样？刚才陈太太要扔七婆的东西，然后七婆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，冲进厨房拿了把刀，说谁扔她的东西呢，她就不活了，吓死人了。我记得听你说过，她把你朋友当成她外孙，所以就叫你们来，看能不能帮上忙。OK。同事，这位伯伯我们认识，让我们劝劝她。但是你们行不行？她是消防员，让她试试。你们小心点。OK。让我来。上次咱们的石破了，小心点。试试吧。外婆，德伟回来了。哎，这顶帽子。是啊，德伟回来看你，开不开心啊？哎呀，乖孙子，你回来实在太好了。他们都欺负外婆，全都是 bad guy， 帮我赶走他们，赶走他们。好，赶他们走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出去出去。外婆，上次呢，你不是给了我一部游戏机吗？在哪儿？我没看见啊。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。你帮我找啊。哦。哎呀，外婆。你干嘛抱着我呀？你也想害我？不是，我很久没见你嘛，当然想抱抱你了。还有啊，这把刀你这么拿着，很容易割伤的，不如先给我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好，那你先给我啊。哎。好，先坐下吧。哎。你站这么久也累了。哎，乖。我陪你坐啊。哎，乖，乖孙子。哎，乖孙子。吃完药之后，七婆睡得很香。要有安眠的作用，让七婆好好的睡吧。我们先出去。好。电话，何小姐。啊，谢谢。喂，是。哦，这么不小心啊。好啊好啊，嗯，好，拜拜。什么事啊？我妈咪忘记带钥匙了，所以我要回去。哦，那你先回去吧，反正你明天还要来。是啊，放心吧，我们两个会轮流照顾七婆的，等你回来再走。好，谢谢你们。没问题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你想干嘛？你说呢？嗯，你不是打算案件重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我想把刀收起来，让七婆不能再乱来。哼，果然心虚。当然了，我做哪行的？嗨，平时呢，看你好像有点迟钝，但是刚才挺勇敢的，空手入白刃，轻易被你搞定，厉害，佩服佩服。喂，我们消防员绝对不会输给你们警察的。切，你们消防员的身手有多好啊？身手就是这么好了。啊，你的反应这么慢，怎么抓贼啊？切，如果你真是贼的话呀，我早就踢中你要害了。你那招黄狗射尿踢得挺高的。别动，有只蟑螂在你后面，我去拿杀虫剂。不用拿了。哎，这不就行了？等你拿杀虫剂来啊，他早就跑了。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竟然用手拍蟑螂，你实在太恶心了！干嘛？快扔了！洗手干什么？来，真是脏兮兮的。有那么严重吗？在孤儿院的时候啊，我经常这样，一样是用手拍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我也是住在村屋的，我经常打蟑螂，可从来没用手拍过。本来就是嘛，在孤儿院又没人疼。就算啊是划伤了手出了血了也自己止血。还有啊，我很早就已经出来做了。啊，很早出来做？别想歪了，是 part time。 哦， part time。 所以什么苦我都已经吃过了，哪像你啊，在温室里长大，那么多人抢着疼你，宠坏了，配只蟑螂这么小的事啊都这么麻烦。好了好了，难怪你这么毒辣了。独立。OK OK， 独立啊。喂，趁七伯睡觉呢，我们帮他收拾一下吧。我不太习惯收拾房子。哎呀，学学吧，小少爷。嗯。哎，来，乖，
话说回来，你怎么会做消防员的呢？有挑战性，又可以救人喽。打什么官腔啊？真的，我每次一出车呢，都想第一个冲进火场去救人，能救一个是一个。就算救不了，起码也能减低伤亡，我就觉得值得了。喂，你呢？为什么做警察？哦，小时候经常看警讯，看到抓不到贼呢，我就觉得很着急，所以我就跟自己说，长大了一定要亲自抓了那些贼。你的性格跟我有点像啊。小莹啊，今晚你会回来的啊？什么事啊？没有，店里有个伙计请假，要你回来帮忙。糟了，根叔约了我吃饭呢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你跟有成都分手了，还老是陪着他爸干什么呀？想分家产呐？喂，老婆，你又来了。就是嘛，自己人都不帮，帮外人，这能说得过去吗？莹莹，店里的事不用管，你去吧。啊，不好意思，爸爸、阿姨，吃完饭我马上回来店里。行了，去吧。分开就分开了，这种事情怎么可以拖泥带水呢？老婆啊，女儿这么做呢是有情有义，你就随她吧。这你也要管？哎，何况有成那么好，弄成这样，大家都不想的。为你女儿好啊，让她知道要懂得分寸。女儿已经大了，她自己明白的。最近她跟 Rex 走那么近呢，可能有下文呢。啊，这个年轻人又是高级队长，人也长得帅，不错啊。小心帅哥啊，没良心呢。女儿那么大了，让她自己决定吧。慧莹，消防处那边已经批了有成的赔偿，虽然有负董事了，但是他以前犯过错，我怕他用这笔钱去冒险，所以我想在银行给你开个联名户口，把这笔钱存进去，万一将来我有事，你也可以用这笔钱照顾他们兄弟啊。根叔啊，你别介意我坦白啊，其实我跟有成可以做很好的朋友，不过钱的事情如果这么安排的话好像不太好哦。是啊，你看我真糊涂，还把你当成是有成的女朋友呢，你别怪我。不会。哎，博宇，不如你跟我开个联名户口啊。我？你是有成的好兄弟，我当你是我干儿子，我相信你啊，你不会介意吧？既然根叔这么说了，我一定会答应你的。好好好，那我们找一天一块儿去银行办手续。喂，莹姐，那冷气很棒，开了一会儿整个房间都凉快了。是吗？当然了，是新的嘛。那我们也要礼尚往来了，你干脆把钢琴搬走吧，反正大哥醒了你也不会来弹了。是啊，有福说的对啊，这架钢琴放在这儿也没用了。那哎，有成回来看见了也不开心啊，你干脆搬回去，想什么时候弹就什么时候弹。我想算了吧，我家也没地方，钢琴放在这儿就浪费了。这样好了，慧莹，你不是说过老人中心的钢琴坏了吗？如果根叔你不介意呢，可以捐给他吗？这也好啊，别浪费了嘛。自从上次那架钢琴坏了，也没有人捐钱来再买一架新的。别客气了，能帮中心我们也很开心。咦，这首歌那么熟啊，好像我也会啊。来来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真不记得还是假不记得啊？当然不是这样了。哦，不是这样，那一定是这样了。你别玩了，你又瞎捣乱。你这么棒，看你的了，来啊。Thank you.
看什么呢？再不吃就凉了。哇，都快吃光了。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饿。开心就开胃了。你现在端视频给我。嗯。什么时候拍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哼，看你弹的那么投入，就拍给你看了。看看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慧莹啊！笑得多开心，多灿烂。我告你偷拍。告我偷拍？我还没收你钱呢。你敢收？哼，不收也行，这顿你请。好了好了。慢慢走啊。嗯。外婆，先陪你进房间把包放下吧。好啊。谢谢你们来陪七婆看医生啊。我真怕她闹别扭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找你们帮忙了。不要紧，她只肯听我们说嘛，举手之劳。嗯。更何况啊，做外孙的当然要孝顺外婆了。是啊。有外孙还有孙媳妇陪我呀，我天天看医生都行的。嗯。你肯听我们的话呢，我就放心了。如果你肯听我的话，留在这儿吃饭，我就更开心了。那么多东西堵着桌子，出去吃吧。不用，干嘛出去吃？把东西搬开，把桌子搬出来就行了。要搬开，不如搬走吧，舒服一点嘛。哦，是啊，搬走啊，好啊，搬啊搬了。最重要是你们肯留下来吃饭。那，不许后悔啊。连走廊的东西也都搬走了。哎，随便了随便了，听你们的，我进去做饭了。嗯，好好好，做饭做饭。喂，把你的袋子给我。行了，拿来吧。哎，给我。搞定。干什么？傻笑什么？没事。再买一瓶给你。不用了，这瓶行了。嗯。哦，你喝吧，不用了。你们看是不是很丰富啊？简直太离谱了。我想快点尝尝外婆炒的菜。吃了。哎，吃饭。大家吃饭。好，我呀好久没做饭了。那些盐酱油啊都放了好多年了，差点都生虫子了。还有啊，刚才我打开锅盖呢，原来很久都没洗，都变成蟑螂窝了。外婆，这些菜不是用那个锅炒的吧？哎呀，我没说完呢，我怕呢吃的你们拉肚子，所以呢这桌菜呀全部都是外卖的。 Don't worry，没事的，尽管吃啊。那就没事了。嗯，差点吓死我。何小姐别客气啊。好啊。孙子啊，嗯，你刚才用了那么多力气吃块鸡补补啊。哦，谢谢外婆。你也是啊，孙媳妇儿，你看看这条 fish 多新鲜呢，多吃点啊， skin 呢多滑一点。嗯，不过小心啊，不知道有没有刺，小心刺啊。谢谢外婆，自己来吧。嗯，原来一家人吃饭真的很开心啊。孙子啊，嗯，以后呢要多做点好东西给老婆吃。我经常做给她吃的，有时候还喂她呢。来来吃块鸡，来。嗯，哎，是啊，好吃吧，这样才恩爱啊。恩爱啊。你呢也要多疼他点才行。嗯，我疼得他不得了。嗯，说有什么用，要做才行啊。来 kiss 他的小脸蛋给外婆看看。不是吧，不要了外婆。 kiss 啦，不要了。 come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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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外婆 come on kiss 小脸蛋啦。其实你们不用再装了，七婆看医生吃了药好多了，已经知道方先生不是他外孙了。哦，七婆一好了就来作弄我们啊。你们也骗过我了，算了，大家扯平了。问题是被人逼迁，不然的话干嘛来这儿看房子。哇，连电梯都这么旧，
灯光又昏又暗，像拍鬼片似的。这楼的楼龄呢是旧了点，但是以你们的预算，这算是最好的了。还说呢，这种电梯啊，随时会停电的。啊啊啊！喂，哎呀，真是乌鸦嘴啊！都怪你呀、啊！怎么了？电梯坏了！喂，快来人呐！喂，你没事吧？我有幽闭恐惧症啊！你怎么样？没有事啊，我们不会人工呼吸的。不已经不给他做了。我是消防员，里面有没有人？啊！救命！喂，里面有几个人呢？有没有人受伤？有四个，一个人有幽闭恐惧症。好，不用担心啊，你们先退后点，我们很快进来救你们。OK， 退后，退后，快点！可怕了，没事吧？先把他救出去，他不舒服。先生，没事的，先生，小心点啊！我扶你，抓住了，来，来，我扶你啊。行，我自己行了，谢谢。小心，小姐，小心，小心，接着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小心啊，站稳。哦。怎么了？喂，不然租村屋吧，菠萝说挺好的。村屋又远，蚊子又多。哎呀，很多狗的，我怕狗。反正市区没有合适的，看看也好啊。请随便看。只来了一会儿就被蚊子咬得浑身是包，挂蚊帐就行了。喂，不行啊，这里没有电梯啊。更好，不怕被困。不行啊，这里是二楼嘛，我们天天走楼梯啊，哇，走的腿都粗了，像大象腿似的。多做点运动不好吗？而且啊，这里的环境和空气都好，地方又大，价钱又便宜，住这儿人都开心点了，对不对？不行啊。那这里又偏僻又远，如果我们晚上要出去太不方便啦。那我们可以可以什么？算了，走吧。张先生，这附近还有没有房子是靠近小巴站的？小巴站最近的就是这间了。没了？没有了。哎，投票了，想租的举手。我想租。2-1，回市区。喂，要不你们再想清楚一点。其实这里环境真的很不错哎。荣帅姐，有什么需要再打给我吧。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谢谢，拜拜。不行啊，这里再考虑一下好不好？拜托你省点吧。考虑一下啦。这里很晒，比市区热得多了。他好像住在这里呀、啊，难道跟他真的这么有缘？看来不像有缘这么简单。哇，你看他胳膊上的肌肉多强壮，我就想掐一把。喂，你收敛点。Echo，Echo。哎，这么巧啊！你好吗？好啊。我们被人逼迁，所以要出来租房子了。啊，是吗？你住在这边啊？啊，我住上边第二栋嘛。这么巧，我们刚看完那栋。是啊。是吗？合适吗？很合适。怎么改口了？你不说怕走楼梯的吗？怕什么？就当做运动了。我平时也很爱运动的。你又说偏僻又远。怕什么？我晚上又不爱出去玩，根本无所谓呀。总之我反对。反对的举手啊。2-1，拍板。你们还挺民主的。是啊，我们有不同的意见呢，就投票决定。是啊，这次轮别挂了。德仔，以后我们搬来就经常见面了，开不开心呢？开不开心呢？哎，谢谢，让让。哎，伊四姐，喂，麻烦让让。伊四姐，我帮你这些东西很重的。行了。不是。哇哇哇哇哇！看着你的小蛮腰啊。小意思，哎、我行的，哎、可以、哎、可以。帮你，小心点。哎，我来帮你，正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哎哎，我帮你吧。啊，不用啊，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们俩下去帮 Ada 吧，他很多东西没搬呢。哦，东西都搬上来了，Ada 在下面给司机钱呢。那你。
你们下去看他有没有被那个司机骗啊！求求你们了，他很危险的，你们快点下去吧！啊，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看看你啊，搬得满头大汗，先擦擦汗。哎，不用了，自己行了，谢谢。今天幸好有你们，不然我们三个女生真不知道怎么办。没事的，举手之劳嘛。这么辛苦，要不今天晚上我请你吃饭啊？哦，不用，他们说去我家天天烧烤。烧烤，喂，我喜欢，一起啊。哦，好，就当请你们吃入伙酒了，无所谓。有所谓。有什么所谓？我们这么多人去你家打扰不太好，我们又不是很熟哦。不要紧，我老妈跟三北哥你都见过了，他们都知道你有份帮忙找坎昆的。啊，他们知道是我弄丢了卡普。是啊，死定了。死什么，都这么久了没事了。不是的，那不是什么，我再去多买点吃的。 OK， 我陪你一起去啊，我帮忙拿东西。哦，好。烧烤吗？要不要买见面礼？这么隆重啊？要的，这个叫礼貌。哎，老板，有没有罐头鲍鱼啊？什么？什么鱼？罐头鲍鱼。帅哥，你等一下。小姐，你真是太有礼貌了。罐头鲍鱼，买汽水就行了。不是，老大，人家的狗不见了。他不是已经原谅你了吗？但是我不知道他家里人是怎么想的嘛。听方凌王说，他妈很疼那只狗的。我始终应该正式向人家道歉的，我怕他妈还生气。干嘛要介意他妈怎么看？这个祸是我闯的吗？那么怕，要不然别去了。喂，那怎么行啊？人家盛情邀请，我们没有那么热情。你知道了，免得他会失礼吗？没嘛，行了，我看着他，你不用去了。我们始终是住在楼上楼下，一定会碰到他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啊。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啊？哇，绝对没有，别胡说啊。你看那个样，真受不了你。哎，去了去了，不用买鲍鱼了，买点水果就行了。也好啊。哎，西瓜吧。老板，西瓜能不能加金箔啊？请进。爷爷是燕窝面霜啊。是啊。这个见面礼很贵重的啊。不是啊，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好用，就想安替你也适合的喽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别客气。有人比你还狠呢。这个真的很好用啊。你好，小小意思。哎，你也在楼下住啊？是啊，安替。老妈，我给你介绍 Ada Easy。 你好。Easy 妈，我认识她，打过我儿子，在医院里骂人，还害我们卡喷不见那个妈。哎呀，都这么久了，误会而已，饶过他死罪吧。哎，是啊，卡喷呢也不见这么久了。哎，别那么大火气了。伯母吃西瓜吧，这个西瓜很甜的。我去拿刀。我来。我来吧。你来。你来。啊，你行不行啊？这方面我最行了。哎呀哎呀，完了，我的茶几呀。这可是从欧洲运来的。Sorry, auntie, 我太用力了，不小心的。不小心都劈成这样，要成心的整个都被你劈开了。老妈老妈，其实呢，补点油漆就看不出来了。补油漆？这怎么补啊？我再买张新的，上去烧烤吧。来来来来来。对不起，auntie，我不是为了。上面很多帅哥的，全都是40寸胸肌，你最喜欢的，全都是阿诺施瓦辛格那种样子的。哎，我们上去玩吧。安琪吃西瓜啊。好啊，那。喂，伊子姐，吃猪排好不好？牛排啊？不吃了，我去厕所洗手。谢。哎，又输了一局。哎。喂，拿喝的。初级组羽毛球冠军，全港少年花式滑板亚军，小学100米短跑季军，哇，你真的挺棒的。
哼，不过最棒的还是救火救人。啊！哎，呼救！我叫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小心。小安，喝点甜汤吧，啊？啊，喝甜汤啊！他的精英消防啊，现在壮士断臂了，吃什么都没味儿啊。哇，那也不是啊，有人觉得他合口味，还想一口吃了他呢。你说什么啊，三弟哥？那个妹呀，老是拍你妈马屁，还缠着你不放。哼，根据我这个过来人的经验看呢。他是想一口吃了你啊！你那些经验呢，留着你去菲律宾旅行用吧。他虽然想一口吃了我，但我对着他想吐吗？还有那个艾塔，我给他看过相了，很旺夫的。什么？我又没说要拍拖，我要保住我的贞洁牌坊吗？听见没有啊？你以为人人都像你这样吗？为老不尊，教坏子孙呢。哎呀，你儿子红光满面，红粉飞飞，正走桃花运呢、啊。现在那些桃花送上门来，我是先帮他选呢、啊。送上门？你以为叫外卖？你不喜欢外卖就现场吃。他们三个在楼下，你随便选一个做你女朋友了。哎，免了免了，那儿子，你选归选。千万别选那个小辣椒回来。不是啊，小辣椒也不错啊。你是故意抬杠还是失忆啊？之前的事我就算了，我没见过这么野蛮的女孩子，叫她切西瓜她劈西瓜，你看把我的茶几都劈花了。是是是。还有啊，随便进人家的房间多没有礼貌啊，这种女孩子要她真是上辈子造孽。放心吧老妈，我不吃辣的。那还差不多。哎，赶紧洗澡了。哦，看什么？看模型啊？是啊，我今天不小心弄坏了 Anko 的消防精英，想找一个赔给他，但是怎么都找不到。哎，何必呢？你也道歉了，看他样子也不像那么小气的。不是啊，真，我觉得他不开心啊。你完了，越陷越深，喜欢上他了？哎，大姐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你按到哪儿去了？看色情网？不，每次说谎都惊慌失措，乱七八糟的，一会儿说要看西贡楼，一会儿呢又嫌妹太热情。你是嫌妹对 Anko 太热情了吧？我看你100%肯定喜欢上他了。哇，嘘，你别那么大声啊，人家会听到的。哼。其实呢，我对他也有一点点感觉，但真是很少很少很少那种啊。OK， 这也难怪你了，他在你认识的人中算最好的了。哎，你也觉得是哦？我之前呢觉得他马马虎虎，但是后来呢发现他这个人呢又有正义感，对家人好，对兄弟也好，还有爱心呢。是，不过你跟我说是没用的，人家要知道才行啊。跟他说，他会嚣张的。男人呢，千万不能夸。那别说了，妹要先说了，到时候被人家截胡，你别跟我哭啊。不会吧？那这次呢，我一定支持你。那个妹呀，永远是三分钟热度，对谁都能产生感情，不像你。我知道你呢，对感情是认真的，虽然呢外表很开放，但是内心很斯文的。难得现在有一个看上眼的，就努力去追，知不知道？现在香港呢，男孩比女孩少，你要慢一步呢，被别人抢走了。到时候你专心存钱吧。存钱干什么？买姑婆屋喽。不是吧？所以这次为了你的幸福，我100%支持你，请安科回来。嗯？有什么新闻？喂，你们在这正好。乐生结婚，你们打算买什么礼物给他？买礼物？不是凑份子就行了吗？喂，对了，你们想送多少份子钱？我跟大家一样。喂，志豪，你跟乐生最好了，你准备送多少钱？我是伴郎啊，要凑份子吗？搞什么？伴郎也要凑份子的。喂，但是你们不觉得买份礼物给他做纪念更好吗？我想看看这个钥匙。这么巧啊！
两位请随便看。你怎么会看中这对钥匙扣呢？因为我觉得呢，两个人决定结婚组织家庭，家里需要的第一件东西就是钥匙。那么钥匙扣呢，就象征着他们以后一起生活。我都说你懂得读心术了。喂，我们两个送一份礼物好像不太好啊。内疚啊？那你帮我再选一份啊。好啊，谢谢两位，我们随时有新货，有空再来看看。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谢谢，本来打算呢下了班再给你，反正也看见了 CD。 这个歌手呢唱歌不错，很有感觉，我想你会喜欢。喂，那下次如果你经过那些金铺啊钻石铺什么的，我不介意收礼物的。你开玩笑是吧？我说真的。想未学会怎么开口示爱，并没自信仿佛早知大概，等无能被谁爱，面对你感觉我也知道你是我心爱。好了，今天呢是我们的兄弟乐生的大喜日子，不过呢有一件新郎之前呢，我们看见哇，首先看见我们气宇轩昂的卓 Sir。 哇哇，简直帅得不得了啊。怎么样啊，说两句吧。那么恭喜恭喜啊，长大了，终于结婚了，记住以后要好好过日子，我进去当面跟他说。好了，再见见我们九龙城局的兄弟们。来，帅哥在这儿呢啊！哎，你看，这才叫帅哥嘛，其他那些不能算。你今天是来喝喜酒，不是来摆喜酒，胸口要不要那么低啊？怎么了？你也说是来喝了，谁知道是我喝醉还是 Anko 喝醉？机不可失嘛 ，Anko。人家是拉低胸口，你拉低裙子干什么？不是，我觉得裙子呢有点太短了，由于这个鞋，总之不习惯呢。不惯你也要惯了，你看没？穿得多潮啊，你既不潮又不爆啊，今晚之后别指望有 Anko 啊。意思呀，一会儿散席呢，我们去唱卡拉 OK 啊。唱 K 呀、啊？喂，唱 K 好啊，算是我。我也去，我也去，好。好，我去订房间。好。咦，两位帅哥美女去不去唱 K 啊？不去了，你们明天有假放，我明天还要上班呢，你们玩得开心点。我明天还要回总部开会。哇，有东西吃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来来！好呛啊！再来，还喝？喂，别这么多，来来来，我跟你喝了，来。哇哇哇哇！两个对一个不公平哦，我帮你喝。你喝，我也帮你喝。你也喝，由我来吧。喂喂喂喂！哇！还快点去洗呀，要不然洗不掉啊。做得好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凭什么替安哥喝酒啊？朋友，还有住在楼上楼下。其实真的不用。你看起来就不会喝酒，我来吧，先干为敬。哇哇，真能喝啊。我也陪你喝。好，哎，好。那高个儿，我最恨人家耍赖了，我还最喜欢抱打不平，你喝多少我就陪你喝多少，最重要呢别欺负我们安哥。我今天就放过安哥，饶了他，但是你呢，你喝多少我陪你喝多少。谢谢，等你做偶像都可以。来。哇，我怎么样啊你？怕你啊，再来。人有三急，一会儿再喝。喂，吐啊！那么差，你行不行啊？行，怎么不行？我要去厕所，我很急。喂，
他也不行，哎，他也醉了。我饿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不会喝就别喝。怎么喝成这样？热毛巾来了，给他敷敷，给他敷敷。又来了。哇，他这样怎么回家？看亮也知道不行了。他们等着我们去唱 K 呢。你知道就好了，剩下我一个，没有跟他们去了，我怎么抬他？那怎么办？哎，我给他倒杯热茶去。喂，怎么样？真的走不了啊？走得了，来，走吧，小心点。喂，你看着点你。走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坐下来吧。不行还要死撑。坐下来好。刚才啊，你真是太丢人了，吐在新娘的妈身上，还以为你穿着裙子像女孩子呢，一样那么粗鲁。你别说她了，我为了帮你喝。我干嘛要你帮？啊，我帮你，你还说我？喂，娜娜。喝这么醉还这么野蛮，真丢人，怎么跟你做朋友啊？我这么丢你的脸，别跟我做朋友了，不做我家就别送了，了不起啊，我自己走。喂喂，你看着点啊，你小心啊。哎，干什么啊？回家不用说。哎，皮包，不要忘了皮包。谢谢。小心一点呢。真是太离谱了，还要发酒疯骂人。你该骂你。我为什么该骂？你不是真的这么笨吧？他要不是喜欢你，不紧张你啊，干嘛替你喝酒啊？不会这么恐怖吧？恐不恐怖我不知道，还是问你自己好了。想去哪儿啊？回家啊，不过叫不到车。我送你啊。不顺路哦。地球是圆的，你穿着高跟鞋走那么慢，妨碍地球转呢。上车了。对了，乐生怎么样？有没有醉啊？当然醉了，那些家伙看 Easy 醉成这样都怕了，所以没人救他了，他被老总灌醉了。咦，你也有这张 CD 啊？好东西，当然自己也有一份了。尚未学会怎么开口示爱，并没自信，仿佛早知大概，等无能被谁爱，面对你感觉怎么？你觉得这首歌怎么样？很好啊。这首歌呢，真的写得很好，歌词也填得好。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努力了未必一定行，反而放松心情呢，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结果。这种感觉很好。也许总有暗号要推理，我们原来心里也在意，既无台词，只怪我大意。啊，什么声音啊？可能轮胎爆了吧。哎，真的爆胎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要紧的，我叫人来修了，你别等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啊。不用了，很近的，我自己回去行了。那么你小心一点。你也是啊，拜拜。拜拜。喂，慧莹，下雨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来来来。小心。
没事吧？你怎么样啊？那，快点回去，洗个热水澡，喝杯热茶。OK， 先走了，拜拜。你的衣服呢？行了，上班再还给我吧。尚未学会怎么开口示爱，并没自信，仿佛早知大概。等，无论被谁爱，面对你感觉，我也知道你是我心爱。雪下是我翻开手中日记，落叶密布草地，收想着你。等，从来没离弃，就当我希冀，也许总有暗号要推理。我们原来心里也在意。